掀开经本，知足天寄送的第三首，我们将经文念一遍。如来往昔修诸行，清净大愿深如海，一切佛法皆令满，甚得能知此方便。昨天我们学习到此地，只讲了一句，那么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，清净大愿深如海。在世出世间法里面，行于愿都不能够离开，以愿道行，以行见愿。换一句话说，愿是行的方向，是行为的引导，行为就是愿望的落实。所以在古代的中国，老人勉励年轻人要立志，人如果没有志向，这个一生当中就没有一个目标，这一生决定是空过了。人贵立志，人有志向，他一生有一个努力的目标，有一个精进的方向，非常重要。佛法亦复如是，所以佛教导弟子们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这个意思很深，也很难理解，所以佛更具体的教导学生要发愿。发什么愿？四弘誓愿。其实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的落实，四弘誓愿就是发菩提心，而寺院里面实在讲只有一愿，这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后面三愿是帮助这一愿的落实，没有后面三愿，这一愿就不能落实。这是大愿，诸佛菩萨在因地发无量无边的誓愿，都离不开这个誓愿的范围，
所以这个四句话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大愿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我们细细归纳也离不开这个四愿。观音菩萨的十二愿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诸位想想看，都离不开这四句偈。而第一愿的真正的意义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为众生服务啊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。他这个心量大了啊，众生无边是指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，一个都不漏啊。我们今天是做不到，但是不能没有心愿。要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就是发成佛之愿。佛乐意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无条件的服务，无私的服务。服务的项目也一条都不漏。佛家所讲的大圆满，这个是诸佛菩萨，凡是发这样的心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佛陀，就是菩萨。我们在经论当中看到，佛菩萨示现应化在一切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族类，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。所以说男女老幼各行各业，只要真正发这个愿，那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吧。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啊，也无有定法可说。就看你心量的大小。你这个心量为一个国家人民服务，小菩萨；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大菩萨。可见的大菩萨小菩萨，就看你的心量大小，你服务的范围大小。佛的心量大了，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个话不可以变成口头禅，要落实。落实，我们心虽然做不到，我们的愿达到了，行为做不到。我们今天的
福报能力很有限，没有办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我们的心到了，我们的愿到了，那么这也是圆满功德嘛。能力我们不断向上提升，提升一级，我们服务的范围就扩大了一层，念念为众生啊，为佛法，佛法还是为众生。我们今天工作岗位是佛法，所以为佛法就是为众生。如果是一般，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他是经商的，一切为商业，那是佛法。商业的目的何在呢？服务社会，服务人民啊。经商不是为利益自己，是为了利益社会，利益人民，这是商人菩萨。菩萨是现商人的身份，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，凡夫一切为自利，菩萨一切为利他。我们今天披上袈裟，我们的事业是佛法，一切为佛法，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嘛。如果从事这个行业，为的是名闻利养，为自利，这是凡夫，不是菩萨，披上袈裟还是凡夫。还是搞轮回呀，轮回心造轮回业。如果商人视线，这个是菩萨视线商人，他经商牟利啊，但是为繁荣社会，利益众生，他那个经商啊，那是佛法，那是菩萨了，他是以菩提心呐。他所造的是菩萨业，我的话就说到此地，其余诸位可以类推。任何一个行业，任何一个事业，只要是为人民、为社会、为众生的，菩萨业啊，菩提心、菩萨心，啊，天天在这里研究佛经啊，讲经说法，如果是为自利，是轮回心还是造的轮回业，与佛法不相干啊。所以诸位要懂得，佛法不是局限在形式啊，
用形式来看佛法，你完全看错了。以为披上袈裟，天天在念佛，哦，这个是出世间的，是也。世间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哦，他们是凡夫。我们这个眼睛有了问题了。世间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不知道有多少菩萨在里面，我们没留意，没看出来。啊，同样的，披上袈裟，天天握着经卷，在这里造轮回事业的人也不少啊。那么这个大愿心啊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你这个心发了，怎样把你的心愿落实？尤其要效法佛菩萨清净大愿。清净两个字重要了。如果没有清净这两个字，前面这一句如来行，你连边都沾不上啊。啊，怎样做到清净？要把烦恼断尽，你的愿就是清净愿，你的行就是清净行。佛说了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都是华严经上说的，圆觉经上也讲啊，本来成佛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们要把这个病根找到啊，病根就是烦恼，就是二障。经论里面所讲的耳障、烦恼障、所智障，我们受这两种害。啊，烦恼障是贪嗔痴慢，啊，自私自利。这是我们清净心里头、本性里头原来没有的。本性里头本来有的是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，那是本有的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本来没有啊，可是现在呢，本来有的好像都没有了，本来没有的似乎是现在太多了。所以才有第二愿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。啊，无尽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要知道，真心本性里头根本就不存在，
根本就没有。诸佛菩萨他们跟我们差别在哪里？人家用真心，人家用本性。所以他没有烦恼啊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自私自利。这是佛菩萨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我们本来也是如此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呢，佛跟我说，我们迷了。被什么迷了呢？被自私自利迷了。以为自私自利是好事，哪里晓得这是坏事，不是好事。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太少了。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，对于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，佛很同情，也原谅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先人没有好好的教我们吗？我们不可能是生而知之啊。我们是后知后觉，没有人教导，我们怎么会晓得这个道理？怎么会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？在家里面，父母没教给我，我们感到很遗憾啊。在学校的老师没教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算是很幸运的人，踏进社会之后遇到几位善知识，遇到几个明白人呐，我们亲近他们，听他们说话，才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啊，还有这么个道理在。细细的思维观察，我们接受这些善知识的教诲，回过头来啊，这才发现原来真有自己的真面目，本来面目。真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诸佛如来。这个自己在庆幸的。我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，他把这个讯息透露给我，告诉我佛法不是宗教，是学问，大学问。依照佛法修学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
我被他这几句话吸引到佛门里面来，但是不是佛教。我知道佛教的经典里面有宝啊，在世间人称为法宝啊，我知道这里真正有宝，有真实的智慧，是人生生活正确的指导。这个正确之道是高度智慧的之道，圆满智慧的之道，究竟智慧的之道，智慧之术啊。方老师特别推崇华严经，他把华严看作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最高的哲学概论，最好的哲学概论。他告诉我这部书里面有究竟圆满的理论，有细密周详的方法，最难得的后面还带表演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将他的理论方法完全落实在生活上。这样的哲学教科书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啊！我今天跟诸位在一起，来学习华严，全部是生活，字字句句都落实在生活上。没有一句是空话，没有一句是废话，我们才知道这真的是宝啊。应当要认真努力来学习，为什么呢？得大利益，这个利益才是真实的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过如来的生活，过大菩萨的生活。无论你现在过的是哪一种生活，你是从事哪一种行业，学了华严之后都变成佛菩萨的生活，都变成佛菩萨的工作，那就是决定不会再为利己了。利己这个念头断尽了，我们更勤奋，更努力，更奋发的对社会贡献，对国家贡献，对世界贡献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做出贡献的，这个有意义，有价值啊！所以在行行门里面，第一个要紧的工作，培养我们自己的德行，德行的障碍是烦恼，
烦恼断尽之后，自信里头的德能自然现前，不需要学习。但是我们现在烦恼没断尽，信德没有现前，这个阶段当中，那只有学习。向谁学习呢？向佛菩萨学习。因为佛菩萨已经烦恼断尽，信德圆满现前了。我们向佛菩萨学习，就是启发自己的信德，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就是自信的智慧光明。所以学佛不是被佛菩萨牵着我们鼻子走，我们必须有这个认知。如果说我们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，佛菩萨不是好人。我们自己也迷惑颠倒了。佛菩萨的言语，佛菩萨的行持，就是我们自信本具智慧德能的流露，是我们心性本具智慧德能的现象而已。所以我们看诸佛菩萨自他不二，它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样子，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。大乘经上常讲，生佛不二，我们都听得耳熟啊，人人都能说啊。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如来。是一不是二啊，是一才不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二那就被人牵着走了。所以有人说是佛所说的，我为什么听他的？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佛不是他，是自己呀。如果是他，我也不服气。原来是自信，是信德。这个我们才服了。所以经典里面字字句句，无非是启发我们自信的光明。帮助我们除去信德上的障碍，透出光明而已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所以烦恼要不要断？要断。断烦恼确实是很难的事情。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这难在这里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说到最后啊，佛法的教学，知难行易。
了解事实真相太难太难。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说明事实真相，行实在太容易了。行是什么？转变境界，转凡成圣容易，可是转迷成悟啊，就难了。转凡成圣太容易了。佛家有一句比喻话说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这个就是比喻转凡成圣，太容易了。屠刀是什么？屠刀是害人的东西，造业的业障啊！放下业障，不就成佛了吗？什么是业障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四弘誓愿第二愿里面，烦恼、见思烦恼是执着，尘沙烦恼是分别。无明烦恼是妄想，你能把这个三样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不就圆满成佛了？我们在讲堂里常常勉励同修，劝导大家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是放下一切执着。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分别，十法界不见了，放下一切无明妄想，你就超越41个阶级，圆成佛道。真的凡夫作佛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，难在放不下嘛，很想放下而偏偏就放不下。问题出在哪呢？出在你知不究竟的。你没有真正透彻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迷呀！实在说，你破几分迷，开几分悟，你就放下多少，决定成正比例的。你能够破一分迷，你有一分觉悟，你就放下一分。你能够破十分迷，有十分觉悟，你一定能放下十分。所以佛家的教学重点在哪里？破迷开悟，这个是佛陀教学的重点。破迷开悟是智慧，世尊讲经说法49年，22年讲般若，般若就是叫人破迷开悟啊！这个事情是真难啊，众生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广了，怎么样叫他觉悟？只有不厌其烦，天天讲啊，不但要讲，还要做给他看。
啊，不做给他看，他听了还有疑惑。哎呀，你讲得很好，叫我放下，你还没放下。哎呀，你不放下，叫我放下，你来骗我。啊，不但不能接受啊，越迷越深啊。所以诸佛菩萨自己放下，做样子给你看了。哎，在看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他真做到了，那大概不是假的。啊，他要能说不能行，听的人都会打很多问号。啊，尤其是现代人，古时候人还老实，啊，这个问号少一点。现在人，所以叫个个精明啊，个个伶俐啊，啊，没有老实人了，问号一大堆呀。你真正做到了，他还是一大堆问号。啊，他怀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世间人都是争名夺利，你为什么名不要名利？你傻瓜了。他说佛菩萨是傻瓜，他聪明。啊，傻瓜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聪明人都堕三恶道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表现的高度智慧，无量的善巧方便，啊，还要有极大的耐心教化众生。众生对佛菩萨误会太多了，啊，回报佛菩萨是什么呢？是怀疑，是讽刺。甚至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佛菩萨通通接受，毫无怨言，还是认真努力，那么样慈悲爱护来教导。那是佛菩萨。绝对不会因为众生啊，种种恶行相向，算了，不教了。这不是佛菩萨。啊，世间的一些圣贤有这些。啊，你像我们读这个读儒书，啊，读儒书实在讲，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比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的确是高了一个阶层。孔老夫子教学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孔老夫子就不愿意教了，为什么？太笨了。可是佛不是如此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是所谓是世间圣人跟出世间圣人呢，他就有差别。佛教众生呢，再愚的众生，再笨的众生，他也不嫌弃，也不舍弃。他很有耐心的去教，不厌其烦的去教。这是我们要能体会到的，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恩德之大了。我们也从这个地方真正认识了佛菩萨。在古时候，一般教学有次第，有程序的，
只有极少数，所以是天才上上根性的人，那是例外，那种人真的是一文千物。中下根性的人都要循规蹈矩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不能劣等啊。老师对于学生他是负责任的，他把教学看作他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业来办，那得是行菩萨道，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做得圆满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他的工作就是教学，他一定要把教学这桩事情做好，要对学生负责任。要给学生做表率啊，做榜样啊，跟现在这个学校教学完全不相同。我们读古书，读《礼记》，现在你们同学们拿到的是《礼记》精华，但是里面的去礼是完整的。内则少仪都是很完整的，那叫小学啊。从这些书籍里面你们能看到古时候啊，这个小学是怎么教的啊。童子七岁上学啊，就外父啊，父是师父啊，要跟老师了。从前一个家庭，一个大家庭，在中国这个旧的建筑还能够看得出来，像四合院，它有内外之分的。妇女通常不走在外面客厅，宾客来访的时候都是家里面是男子来接待，里面是决定不能够进去，里面只有亲戚。七岁跟着老师，老师教学在什么地方？从前都是私塾，学生并不多，请一个老先生所以住西厢，西席，这老师称为西席西面是客人，东面是主人，东道主嘛所以老师是家里面的贵宾的上课学生都要跟老师住在一起，交给老师去教导。老师是学生的榜样，是学生的模范教的什么呢？生活教育教小孩洒扫应对怎样侍奉父母，侍奉兄长，他学了智慧他就会孝亲了，怎样知道怎么样对待父母，怎么样对待兄弟，生活教育从小养成了所以学规矩跟现代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，现在小朋友天真烂漫吼吼泼泼，那中国过去的小朋友规规矩矩像小大人一样
那个天真烂漫的确是不如西方人，但是从小养成的真实智慧，养成了忠孝节义，他懂得做人，懂得帮助人，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。西方人头脑里只有功利，东方人是道义，那怎么会想到？我们今天在外国所接触到的外国人，确实见到的时候彬彬有礼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在路上见面都会给你打招呼，给你笑笑的。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请他帮忙，一分钱没有。逢年过节了，祝福你，拿一朵玫瑰花送你，哦，这就是很高的礼物了。这外国就是这样的。中国人呢，见到面的时候不打招呼，面孔很难看，可是真有困难的时候他真帮助你。文化不一样啊。随着公共事业在这个，特别是这个捐助善款在外国社会非常困难了，但是在中国社会的是很容易。这个我们见的太多了。文化背景不一样。可是在这些义举方面呢，今人不如古人呐。古人所受的教育比我们更圆满呐，更多懂得做人的道理，懂得人应当帮助一切人。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也不管恩怨，人家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，冤家对头也要帮助他。他有难啊，这是道义。所以这些都是从小教导，从小养成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育，受教育读书目的何在呢？绝对不是为升官发财，绝对不是想将来在社会找一个好的行业可以赚钱，不是的。中国人读书目的志在圣贤。圣贤什么意思？圣贤是明理，明白做人的道理。唯有明理的人才真正能够牺牲奉献，为社会为人民。不明理的人自私自利。明理的人心胸开阔。谚语常讲量大佛大，那是真的。生活纵然清苦，它有清福。我们常常讲的是物质生活虽然有欠缺，精神生活充沛。反过来看，现在外国许多先进国家，他们在物质享受上我们非常羡慕，但是精神生活上非常可怜呐。这两种生活哪一种重要呢？精神生活重要，因为精神生活有乐，物质生活里没有乐。他虽然富，富而不乐，富而不乐就不如贫而乐。
所以我们看孔夫子的学生颜回，一箪食一瓢饮，夫子对他赞叹，过那样的物质生活，如果别人是不堪其忧啊，回也不改其乐。颜回的生活过得很快乐，乐在呢？乐道。这个是别人所不及的。我们学佛，学佛就是学圣贤，读佛经就是读圣贤书啊。如果我们生活不快乐，那你这个书就白念了。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是不如别人，但是我们在精神生活上比别人丰富太多太多了。物质生活上我们尽量节俭，节俭上乐在其中。我们能够节俭一分，就能够帮助社会苦难众生一分。我们如果多享受一分，那个苦难人的时候，他们得到的帮助就少了一分了。世间还是苦人多，我们要多为那些苦人去着想啊！我们力量做不到，我们这个心愿要做到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的愿就是清净愿，绝不夹杂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在其中，一丝毫都不可以夹杂。但是我们要做到这样清净当然不容易，那是如来果地上境界，可是我们天天要有进步，也就是烦恼，我们要年年减少啊，月月减少啊，天天减少。烦恼的根就是自私自利。只要有自己，决定就有自私自利吧。所以佛把我见摆在一切烦恼第一条啊，见思烦恼，见烦恼里面第一条身见，都顾到自己这个身，把自己这个身看作第一重要，一切都为这个身，这个就错了了。千错万错从这儿开始。佛菩萨也有这个身，佛菩萨这个身绝不是自己享受的，佛菩萨以这个身作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所以他的身叫清净身。我们没有天眼，如果有天眼，看佛菩萨的身透明的，像水晶一样，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啊。可是我们的身呢，是黢黑的，污染。为什么呢？有私。我们执着这个身，一切要为这个身服务，你看恰好颠倒，完全颠倒了。
啊，我为别人服务，人人为我服务。啊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啊。说的话没错，礼尚往来啊。啊，可是礼，诸位还想，礼是有报偿的。啊，但是礼跟道相差远了。你看，在中国古人讲的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。礼是最末的一个啊，礼尚往来啊，我为人人服务，人人为我服务，这是礼呀。再往高一层呢，就不是这个说法了。我为人人服务，我尽义务，义务是不需要回报的。不期望着人人为我，只知道我为人人。啊，绝对没有说人人为我，我才为人人。啊，那是第五层呐。第四层义呀，义是义务啊。只知道我为别人，绝不希求别人为我。啊，义在往上面仁，仁在上面呢，德了，德在上面是道啊。佛菩萨处世待人接物是道德啊，高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效法的啊，至少。我们要从提升到义，要有这个观念，我为社会大众尽义务。今天讲做义工啊，义工是我只有服务不拿报酬的啊，这才有一点像菩萨。如果我们用天台六级的话来说，行仁行义，相似为的菩萨；行道行德了，那是真正的菩萨。金刚经上教导我们，要立四相。你才能够行道行义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。后半部境界又往上提升了一层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金刚经前半段叫我们立相，后半段教我们立见的，立见是念头都没有，那真清净啊！立相还不是真的清净啊，相似位的清净，立见才是真清净。这个道理甚深甚广啊，下面用海做比喻，海是比喻深广。理如是，事也如是，事也甚深甚广。我们学了要能体会得到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到每天我们做早晚课，
这个我在讲习里头讲了太多遍数了，还要讲，为什么没做到吗？凿刻提醒自己，要向佛菩萨学习，晚课反省，我今天到底做了多少？学佛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习气，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顺从佛的教诲，这是真的学佛。经典上一字一句一集一生都受用无穷啊，这是诸位能看到的。任何一句，任何这个四句偈，我们都学不尽。要紧的是要你真正认真去学习，一定是先断烦恼后学法门啊！现在人学佛颠倒了，四弘誓愿前面两句不要了，专要后头两句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要这两句，前面度众生不要，断烦恼也不要，他一下就成佛了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自己标榜他成佛成菩萨的人很多，在中国自古以来身份一铺路啊，马上就走，那是真的，身份铺路还不肯走啊，假的呀。在中国历史上有例子，永明延寿大师，诸位晓得，人家知道他是阿弥陀佛才来的了，再去看他，他老人家坐在那里往生了，走了，那是真的。布袋和尚，这是宋朝出现的，他是自己告诉别人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，说完之后坐在那里也往生了，这是真的。哪有说了不走的还妖言惑众欺骗众生？绝定是假的。这个在中国例子太多了。所以诸佛菩萨这个世间绝对不会暴露身份的，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走。绝不迷惑众生。这他的慈悲也。他走了他可以应化再来啊，他来去自由啊。舍身受身就给我们穿衣服脱衣服一样，好自在啊。现在这个社会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大家都晓得，许许多多众生听骗不听劝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还是无量寿经上说的，他没有接受过圣贤的教诲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。没有智慧，很容易迷惑，
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精神生活过分的贫乏了，稍稍有一点诱惑，他就被迷惑了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甚至于连利害都不能够辨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苦处啊！我们讲众生苦啊，众生有难，众生真正的苦难是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，切身的厉害。我们学了佛了，有责任去修大布施。布施是布施智慧，布施他有能力辨别，这个比物质布施功德不晓得大多少。但是今天社会，你说是哪个几十万几百万的时候去救灾，哦，人家称赞你啊，你给人家讲这经说法一文不值，谁也瞧不起你，不晓得这个布施才真正大布施。百万千万亿万只能救人一时，他依旧是迷惑颠倒，依旧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所以教学的功德是第一等的。诸位想想看，你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来看，历代不乏那些有高地位呀、大财富的人，今天谁知道啊？提起来谁尊敬啊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到外面讨饭，今天举世之人提起来，哪个不尊敬啊？孔老夫子一生也是一个平民啊，生活过得很清苦啊，今天全世界听到中国孔老夫子都很尊敬啊。他做的什么呢？法布施，天天辛辛苦苦教化众生，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，决定不是财富布施能够比较的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这功德。佛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四句偈能令人开悟啊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能令人开悟啊。四句偈的开始能令人断恶修善，能令人断贪嗔痴，求戒定慧。世间这些名闻利养财宝布施，只有增加人的贪嗔痴，果报没得比呀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你真正透彻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你才晓得学佛啊，依教奉行的人，前途一片光明啊！无论现前生活再困苦，他的前途是光明。他的来生
最低限度也是天上的福报。人间没有什么福报好享，他的福报太大了，所以至少也到天上去享天福了。到天上去，如果我们从感应篇里面来看的时候，多半都是做天王了。欲界天王、色界天主。可是这个真正觉悟的人都不会动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小福报不究竟。佛想尽了还要搞轮回，还要堕落，谁愿意干这个事情？最殊胜的第一等大佛报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色界天主我们都不愿意干呐。人间的小福我们会去沾吗？边都不会沾的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清净诸佛如来，清净善知识是大乐。这个你们没有这种经验啊！我在年轻时候，当然也是环境的因素，家境清寒啊。我念初中一年级，念了一个学期，因为家庭环境啊，交不起学费，就不能念书了，失学了。所以我是学很痛苦啊，喜欢读书，对，好学啊。以后踏进社会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亲近善知识，找这些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我追随他们啊。但是自己有工作。所以一个星期只有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啊，我去找这些教授啊，我对他们两目。我跟他们怎么认识的？写信呢，常常写信，他就回信啊，约我见面啊，这么慢慢就熟了。他知道我想学，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喜欢教人呐，怕的是你不肯学。真正肯学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拨出时间来教你。我跟这些有学问、有德行的善知识是这样认识的。也许这些老师很好，他会给我介绍。所以我就认识很多了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在台北市认识十几位教授，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。所以我的时间不会空过。别人年轻人有假期娱乐场所去玩去了，我的假期亲近这些善知识。听听他们说话，有疑惑向他们请教，长自己的见识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喜欢玩的这份我一样都不会啊，从来没玩过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些朋友同学都说我是书呆子。
啊，我也给他们说，我说我又何尝不想玩呢？没有玩的本钱呢？啊，你们的环境比我好啊，我的环境不如你们，我现在多学一点。啊，我说我会玩，我到晚年的玩。啊，聚足本钱之后啊，就可以玩了。你们现在把本钱都玩光了。所以现在这些老朋友见我的时候，哎，你的路子走对了。啊，看到我常常在世界各地方去玩了。啊，他们不如我了。就我年轻的时候看得比较远，他们看得太近。啊，其实我看得更远的他没见到，我看到来生来世啊。他们连这一生呢后半截都没有看到啊，啊，都耽误掉了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，越体会感觉它的越深，意思越广，无尽的悲心在两句话里头流露出来。我们有幸遇到了，绝不能够空过。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学一句这一句要落实，要真正把它做到，做得少没关系，一定要做，不做空过了，不做你没有真正的了解，真正了解没有不肯做的。啊，这个我都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过。啊，就是讨论呢知跟行的问题。啊，大师给我们的结论呢，知难行易。啊，你为什么做不到呢？知得不够透彻。凡是做不到的，你完全不知。不要以为知道了，哦哟，这个华严经我念过了，华严经我都会讲了。华严经你完全不了解，你要了解你一定入境界。华严谁知道呢？善财童子知道。你看善财参访吉祥云比丘，他就出住菩萨，啊，参访妙住比丘，他就是三住菩萨；参访观世音菩萨，他就第七回向菩萨；参访到普贤菩萨，他就成佛了。这是说明啊，行不难啊，知难啊。知怎么样？知就是破迷开悟啊，这是真知。行怎么容易呢？你知道之后境界马上就转了啊。今天大经里头都是这么告诉我的，舍己为人，你能不能舍己？不能够舍己，你不知无知啊。啊，再不为自己了，不为这个身了，所有一切为社会为众生，你有没有做到呢？没做到，你不知啊，你对这个道理对这个事实真相
你一无所知，所以你做不到。你要真正了解了，还要人劝你吗？不需要啊。你完全做到了啊。绝对不会要人劝，也绝对不会有人劝你。有人劝你，是你这个知啊是接近开悟，还没有开悟。人家来帮助你一把，使你向上提升。真正觉悟了之后，一句话都不必说了。你自自然然会做，你会做得很圆满。第一关很难啊。第一关在华严经里面讲，就是初性位的菩萨。初性位的菩萨就舍己为人，不会再为自己想，为自己想那是凡夫。华严原教初性位的菩萨等于小乘里面须陀洹的地位，小乘出口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执着已经放弃一半了，还有一半那是四惑，见惑这个一半放弃掉，他能够舍己为人，不再为自己这个身体。这个是原教初性位的菩萨刚入门了。那么这个虽然是没有什么大成就，说老实话处理六道轮回还不行，处理六道轮回要齐性位的菩萨，见思烦恼断尽。但是初性位的菩萨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，这个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！有这个功夫就决定往生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